院长好，院长就任到现在有足足八九个月了。八个月。您给自己评分一下。我不打自己的分数，谢谢。那你觉得民众满不满意？满意度大概到多少？民众？这个满意度啊，会随着不同的事件而有起起落落。及不及格？我想有些时候满意度是高于不满意的。满意度高于不满意。满意的百分比有没有高于不满意的？好。那现在哈，我先请教一下，我们这七年来哈，总共中央政府提过几次特别预算？几次？前瞻。几次特别？前瞻也是一次。前瞻有四次啊。然后呢？其他呢？其他的。有总共几次？有几次的？您的问题是前瞻吗？监察报告、预算报告都没有看吗？你是特别预算还是前瞻？特别预算总共中央政府提出过几次？这七年来？对，这个是总共提供了这个四次。对啊。对啊，三次已经执行完了啊，现在是执行第四次，另外还有700亿还没有提。但是可能是要进入第五期前瞻的部分。特别预算总共提了多少钱？预算数是多少？您是讲说前瞻是不是？所有的特别预算我们所有特别预算所提列出来的是总共预算数是多少？2兆5000亿多亿。两兆五千亿。对。那刚刚本席听到你们现在说执行到多少？我们总共执行了1兆8，而且款项都已经付清。未来还会执行多少？未来的话，按照预算书上是那个还有7000亿左右。也会执行完。那个是因为像国网的话，有时候要执行到114年、115年。这是军事采购，本席了解。对对。接下来，好，总共特别预算2兆5000亿，好，未来会执行完。今年112年，预算数是多少？也是总预算是不是？送分题来啊？送分题啦！今年预算数是多少？2兆8828亿。明年113年是多少？明年的战机是不是？我们战机每年大概2.99亿了。大概都是增加多少亿？您说是明年跟今年，明年113年度跟今年比较？战机数的话，是不是那个是每年的编列都大概是500亿左右每年？局长请回。院长现在明年又要增加将近1700亿的年度预算，是总预算。那七年来，我们总共累计啊，这些特别预算2兆5000亿。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是把特别预算常态化，没有，这是因为它有必要。为了规避公共债务法，所以把所有这些都用特别预算来把它罗列出来。特别预算是有不在年度预算里面，而且这已经是常态化。而且特别预算也纳入公共债务法里面。在明年年底，并不是总共国债有多少？没有回避。到明年520，总共国债累积是多少？现在到8月31号是5兆8338亿。到明年520是多少？那看实际。那个是要看实际支出的情况。委员看到的数字可能是预算的数字，用特别预算啊，常年这样子做。我想中央政府啊，不只让国库空虚，用特别预算来挟持啊。国库没有空虚啊，又有用国库特别预算来挟持，又是集权中央啊。因为这个特别预算啊，几乎都是由中央来裁定。要怎么样对地方来做补助，或是其他的这种颜色治国？委员，这个特别预算很重要的就是国防的经费、疫情的经费、地方建设的经费。今天您所提到的任何的话，这都是对地方的发展很重要。譬如说花莲的地方经费也是，光是整个前瞻所有的诟病。以前瞻花莲县就取了很多前瞻的预算，要如何来执行？我们上次去看治水的时候，你也说花莲是前瞻预算很重要。
本席在质询你，不是你在质询本席。不，我是觉得你的讲法不见得正确。这是整体大家一致的认为哈。现在您刚刚提到本席讲的国库空虚，你说不是这样。因为在这五年，大家看到了这五年来，每一年税入税出都能够低于1000亿，院长说没有，甚至去年到1000亿。在刘正孙，你也说没有。本期现在隆重告诉你，大债危机的时代已经来临。好，如果今天中央部会首长是用这种态度来面对人民，人民会让你们下架。我想在本期请问的事情其实都很简单，院长都可以回答。做错了就要改。没有关系，在鸡蛋的这一个部分，您这样子回答，做过专案进口的，不由得开始想到了鸡蛋进口的专案报告。我们的快筛报告上我已经提起，有50万的，有200万资本额的这个小吃店，去进口了1700万剂快筛剂，也是我们政府的标案。再想到我们的高端，我们的高端，股价炒到400块，市值1320亿，好，然后呢，全世界都不承认，哪里都不能去，也不能出国。这个是不正确的说法，这不正确的说法。连高端在 real world data 里面，高端的效果跟 BNT、跟莫德纳、跟 AZ 疫苗一样的效果，高端又来了，一样的安全。本席这四项的公费疫苗是一样的安全。你从当年讲到现在都很安全，没有关系，本席尊重，但是民间自有评断。对，现在事实是事实嘛？本席事实就是它是有。如果说现在流感疫苗是不是可以请政府开放，由人民自己选择品牌？我今天就已经讲得很清楚，而且这一个疫苗在进来的这个过程当中，人民是可以选择，但是他要选择的时候，他要自己去。人民可以等待这一个疫苗来的时间。好，谢谢院长。所以如果是集体接种的时候呢，那当然就会比较。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能产生GABA、色氨酸等助眠因子，难怪吃了更快入睡，夜睡得更好。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 维生素 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无塑化剂，无重金属，无人工添加物，无410项农药，无香料调味剂，无防腐剂，无色素，七大保证，七大认证，觉得好安心。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